这里是约翰内斯堡的地标性建筑之一的曼德拉广场，大家可以顺着我的手往后看，这个呢就是曼德拉，南非已故前总统曼德拉先生的一个雕像。在这里呢，这个已经成为了世界各地游客们来此观光打卡的一个景点，大家顺着我的手往这边看。在这个广场上呢，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融合了南非文化以及非洲文化交汇的一个文化圣地。